該曬。一個月前 ，The Style 15位會員率先體驗咗 Pretty Medical 嘅思路療程，一次過擊退咗色斑嘅問題，重拾天使般嘅白滑肌膚。今次我就專程嚟到 Pretty Medical， 為大家詳盡剖析一下佢哋嘅理念同埋最新嘅科技。當然有大家最關心嘅 Fresco 同埋思路美容儀器啦。Hello， Cindy。Hey， Hello， 你好。上一次 Pretty Medical 咧，幫好多 blogger 都帶嚟咗白滑肌膚喎，咁好多人都對 Pretty Medical 咧就認識咗啦，都想知道多啲關於你哋嘅創辦理念同埋關於你哋嘅服務，可唔可以講解一啲俾我哋聽下？哦，冇問題。首先要多謝 The Style 嘅 blogger 一路以嚟嘅支持啦。我哋公司一路都認為，只要有愛心、真誠、經驗，加上先進醫學儀器，一定可以令每位一個顧客可以變得更靚、更有自信。呢個係我哋公司一路以嚟嘅目標。我哋公司更加認為喺療程嘅當中有效、安全，令客人覺得物有所值，係我哋一路以嚟嘅宗旨。咦，咁其實我見到呢度都充滿咗泰式風情喎。咁除咗 Pretty Medical 之外咧，仲有冇其他嘅服務㗎？有㗎，我哋係一間水療醫學美容中心嚟㗎。除咗做醫學美容之外，我哋好照顧到女士嘅壓力啦，同埋佢哋身心嘅疲累，所以我哋都會有多種嘅水療同埋按摩。而且所有的按摩都是由泰式按摩师亲自的主理的。咦，原来是由泰式按摩师主理的，应该是非常之正宗而且很 relax。我们其实除了这个 SPA 之外，很多 blogger 都很关心 Fresco 和思路这两部机的美容仪器的先进科技的。不如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当然没问题啦，我们去。Benda， 我介绍你识，佢就是思路啦。哦，原來呢一個就係思路嘅去斑儀器。咁其實佢係適合邊類型嘅肌膚使用，有啲咩特點㗎？嗯，其實佢係1064納秒嘅激光嚟嘅，最適合咧就係雀斑啦、荷爾蒙斑啦、任何嘅色素、暗瘡人都可以做得到嘅。而且佢平時做美白、暖膚效果亦都好好，所以係我哋公司好多顧客都中意王牌療程之一嚟嘅。嗯，我都睇到佢嘅出眾效果啦。咁或者我哋都去睇下 Fresco 呢部儀器啦。嗯，这一部就是最新的 Fresco 医学美容仪器，其实它有什么特点的，可不可以介绍一下？可以，其实它是激光中的机王来的，在美国拿了 FDA 的认证和专利的设计，第二些仪器是模仿不到它，还有它的光速出来的时候是很幼细，它是1550的波长，幼细到比你头发还要有很多倍。不如我示范给你看看。但是为什么打完好像都没什么分别的？是啦，我反转给你看看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哦，这些就是刚才讲的杂速光了。是啦，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密度很密啦，很幼细啦，还有它的穿透性很高的。所以你这边打的时候你看不到，反转你可以很清晰看到它的所发出来的密度啦，比头发还幼细的光波啦，所以治疗皮肤的问题呢效果很好，也都很显著的。咁但係其實會唔會好痛㗎？哦，其實係唔會好痛嘅，因為喺做嘅時候咧，首先治療師會幫個客人咧搽咗一陣舒緩劑啦。做嘅時候亦都有呢個冷風機吹住你塊面嘅，所以做嘅時候冇咩太大感覺嘅。明白。咁其實邊一類型皮膚問題嘅朋友會比較適合做 Fresco 呢部機呢？其實咧，任何皮膚只要愛靚嘅人都可以適合。不過尤其是係凹凸洞啦、手術疤痕啦、粗大嘅毛孔。細紋呢啲皮膚係特別適合做，而且效果亦都可以好顯著。完全明白曬。如果你都有以上嘅肌膚問題，而又對 Pretty Medical 嘅去斑療程有興趣嘅話，就即刻參加 thestyle.com 乘 Pretty Medical Fresco 同埋思路嘅去斑美肌療程。只要你填妥以下嘅表格，就有機會參加今次嘅美肌體驗之旅啦。